棋局变幻万千，妙手精彩瞬间。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棋思妙想，我是王相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盘日本阿寒桐山杯快棋赛决赛的对局。执黑棋的一方呢，是应该说是在上个世纪六超之一的著名棋手，也被誉为斗魂级的人物赵志勋九段。白棋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日本的顶尖高手河野绫九段。两位应该说是可能从辈分来讲的话已经差了不止一倍的棋手啊，重新站在这个快棋赛的决赛舞台上，非常有意思的一面。此时的这个局面，白棋的上一手棋在这里点刺，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现在的这个局势。白棋的实力非常的扎实，四个角基本上是很牢固的。那黑棋呢，在下边这里有一些虚空，然后左边大概有个十一二目的样子，上边可以算成白棋搬粘的话，我们看一下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被打败二十三，大概有三十三、一三十二。三十二的话，加上刚才这边十二三目的话，也就是三十五六，四十五六。然后这边黑棋大概全盘，如果这一带不算潜力的话，大概有五十目棋左右。白棋五六七八九十，这边的话十，这两块加起来大概二十目。哦，刚才这里黑棋还有大概有六目棋，可能全盘黑棋有五十五目强左右。然后白棋这边二十，两边加起来这一带的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五，也就是四十五。四十五的话，五十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白棋大概全盘五十、五十八目棋左右。这边应该可能要算黑棋以后立下来，可能黑棋刚才的这个目数五十五，跟现在白棋五十八，虽然现在这个从实地来讲的话，白棋可能是跟黑棋是一个比较持平的状态，但是这一代黑棋的这个潜力是应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白棋在这边的这个头它是软头啊，这里黑棋也有子，所以这一代的空间我们刚才没有给黑棋算目，因此实战的白棋也比较着急，他就想点进来，瞄着你的断点，看看你怎么办。如果这样去补断的话，那白棋就借势从这儿飞出来，能破多少是破是多少，这样以后从这儿贴下去的话，白棋目数也不亏。这是白棋的想法，白棋从这个黑棋的断点这里入手，找到一个切入口，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时候黑棋作为黑棋来讲该怎么应对，我们刚才说了，如果简单的去虎一个补断的话，被白棋顺势飞出来就进入到自己的这个空里面，黑棋觉得不太满意。这边如果说要直接反击的话，也断不掉白棋，如果走这一带，白棋就贴下来，这样两边一夹，这个渡过和跳过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回家的方式。如果爬的话，白棋就顺势再一场，这里暂时还是断不掉，因为每在这边走一手棋，黑棋的这个断点就越加的明显，所以在这个时候黑棋应该做何选择。其实白棋的这个下法，我们通常在自己的实战当中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局面，比方说对方来点刺我们的断点，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会去考虑怎么去把自己这个断点补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的第一感。但是
恰恰相反，在这个职业高手的他们这种对棋的思维和对这种棋形的反应上，他们的第一感一定是反击。所以其实我也在节目中多次提到过类似的这种形状，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这个思考方式来作为来培养自己的这个反击的意识。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赵直勋九段他是怎么下的。碰上去这一招一看就是非常的有力道。首先其实对于这两个子的判断来说的话，断点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但是这两手棋它本身的价值是否有这么的重要，就是相对于黑棋中间包括延伸至下边的这么一个潜力来讲的话，那可能这两个子是显得微不足道的。因此呢，现在黑棋绝对不能因小失大，去贪恋这个个别的子力，而错失了把自己这么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潜力变成实力的机会。而这手棋又带有极强的攻击性，假设白棋往这边走的话，黑棋这么一贴，这个跟刚才直接爬被白棋长回来完全是两个结果。因为白棋这个长呢，它是可以连回家的，只要黑棋断不掉白棋，这自己的这个断点它就总要花时间去把它补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结果的话，白棋它连不上，就变成了一块孤棋凭空要往中间跑，这个时候就犹如这个白棋完全就是进到了这个黑棋的这个包围圈里面，黑棋犹如这个瓮中捉鳖一样，白棋危险系数极高。如果搬的话，黑棋就退。黑棋一门心思的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强硬的手段逼迫你白棋赶紧自己往下面走溜回家，而不是把头往上面走。这种反碰的下法其实也是在类似的这种棋形当中也很常见和实用。实战呢，白棋经过思考挡下来。那其实我想作为这个斗魂级的这样一个人物赵直勋九段，那他能够在这样的年纪依然奋战在日本棋战的第一线，而且还能够出现在这个头衔战当中的决赛舞台上，非常的不容易。那赵直勋九段其实也是日本获得过个人冠军最多的一位棋手，据说他的职业生涯几十年获冠军的这个次数已经达到了75次之多。一个棋手的竞技生涯，尤其是在现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站在世界一线上的棋手是越来越年轻化。那么相比于赵直勋九段这样的年纪还能够与比他年轻这么多的棋手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值得敬佩的精神。在这当我们看到黑棋的这种下法以后，应该说是从精神上再到技术上都会对这一位老棋手产生非常崇高的敬意吧。接着呢，我们看到白棋把这个冲下来，黑棋赶紧把头封住。在这个时候黑棋做的这个判断和决策就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不能是既要两个子又想围中间，那这样的好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那绝对是你的对手也许就跟你不是一个水平线上，有可能是要被你让子的。这就是我们说围棋你在这些在任何时候都是在做选择，在做取舍。白棋搬，如果白棋搬的话，这个时候黑棋它可以
比方说考虑就断上来，那么因为它先损了一下这个，所以这两个子呢它就可以先断。那这种时候对于两边一个是搬一个是断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都是白棋走哪边黑棋就跟着走这一边，让它这手棋变成损棋，从而把另外一边的价值变小。比方说这样，白棋吃掉这个子，黑棋把这个打过来，这边的这个时控一下子，我们刚才在这一带连这三步棋都没给黑棋算，一下子就成到了这样一个非常立体的状态。白棋大概也不敢往这一带走了，他可能要往更过去一点，只能说是来请消一下黑棋。实战白棋断在这边，因为没有损到这个扳跟黑棋断交换，所以呢黑棋长出来，这样就是变成了一个白棋吃两个，然后黑棋走到外边。应该说黑棋的这个下法是很好的贯彻了当初碰上来的这么一个意图。打吃黑棋长，注意有些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下棋要把你的味道走干净，那这种时候通常情况下都是提一个比较好，就是棋形上味道上都非常的清楚。但是现在黑棋没这么下，他一个是担心会产生被白棋强行打上来，如果开劫的话这个变数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下棋千万不能教条，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长了以后呢，白棋他是不敢藏在这儿的，因为黑棋这一段白棋这儿不入气，下边这个马上就要争吃了。然后白棋从这边断上来，虽然吃掉两个子，可是我想白棋的心情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与外边黑棋瞬间构筑的这么一道很有潜力的外势比起来，白棋吃掉的这个两子无非就是在十目棋以内的一个价值。以后黑棋哪一天有空了把这一打，白棋还很难受，是提还是跑，跑的话黑棋这两下又是先手，对这边的目数又有损伤，所以其实这么看下来白棋根本就没有吃到什么目数。这与他当初点上去想让黑棋补断再顺势出头走到中间的这么一个想法也完全是没有很好的付诸这样的一个实质的行动吧。相反呢，黑棋的这个反击反倒是更加的亮眼，也就是说白棋当初的这个下法很好的成就了黑棋的这么一个构思。所以根据我们刚才的判断，白棋即便这边增加了十目棋，但是黑棋的这一带增加目数往这儿数，就算冲到挡住这一带已经增加了有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目，这一带还有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所以如果说是这么数上来的话，黑棋已经增加了有三十目棋了。白棋在这边关键就是要看白棋以后在这个中间能够把黑棋破掉多少的空。不过比较遗憾是，虽然现在黑棋是占有个绝对的优势，不过可能是因为快棋的缘故吧，白棋在后半盘也是下得比较顽强，最后是相当于是一个逆转，小胜半目，对于赵志勋九段来说也是比较遗憾，也就错失了这个阿汉通山杯快棋赛的这个头衔。但是不管最终这个结果如何吧，也这两位对局者让我们在这个局部当中欣赏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和构思。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棋思妙想，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是第八届春兰杯的八强战当中的一盘对局，也是中韩对抗。黑棋呢是朴永训九段，白棋是我们中方非常年轻的小将连笑七段。现在这个局面看起来非常的混乱，此时轮到黑棋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局势。现在这里黑棋飞点了之后，有一个白棋的断点，下边呢这两子是被黑棋吃掉的，那左边呢这一块棋暂且是在白棋的这个领域当中吧，下边白棋的这一块空也是非常的可观。如果说从目数角度上来判断的话，假设现在黑棋吃这个，白棋这边再加补一手，把这个中间和左边都连后，那么这个局势对于黑棋来说并不是很乐观。也就是说黑棋现在如果说单吃这两子的话，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并不能够满意。有没有可能把这四个子连在一起攻击呢？那假设从中间直接这样分段呢，又显得有一些力道不足，因为黑棋这样跳的话，白棋可以顺势连过来，甚至于这个白棋它如果比较有这个谋略性，它可以从这边飞过来。这如果白棋狠心交换一下之后呢，黑棋的这块棋它是不活的，当然这个交换要看时机，现在是不能走，否则的话黑棋这一虎，白棋这三个子就连不回去了。但是白棋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构思，如果你黑棋走过来，我就贴一下，然后我再往这边一封头，黑棋在这一带要想摆出两个眼的话也绝非易事。那实战的这个黑棋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呢，是此后的这个进程来说，它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构思，然后使得这个局势一下子就是像乾坤大挪移一样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黑棋是怎么走的。此时黑棋在白棋的这个空里，也就是我们原本以为已经被吃掉的这五个子的这么一个空间里开始出手。这一挖首先会考虑的问题就是白棋这样走了以后粘到这儿，那么对黑棋自己下边这一块棋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此时我们对黑棋应该是怀有一个这个怀疑的态度，不能因小失大。如果单纯从这五个子跟这个下面黑棋这一块空的这一条应该算作是小龙吧，比起来的话上下的目数应该还是黑棋这块棋的价值会更大一点。假设黑棋只是单纯的把这几个子跑出来而下边被吃的话，那么黑棋的这个下法它就不成立了。那么黑棋是怎么构思的呢？我们还得再往下看。现在打吃，关键是黑棋能够先手打吃到这一下也很重要，否则这三个子如果被吃掉，那么黑棋只是把这个两个子跑出来，它不能够很好的完成自己的这个计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晓得最开始的对局势的这个分析就是右边的这四个子呢，黑棋始终是对它有想法的，可是如果直接从这边把白棋分段呢，这个作战对于黑棋来讲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可是如果不去下这样的胜负手的话，去争胜，那么局势也对于黑棋来讲，目数上是绝对不容乐观的。因此呢，才会造就黑棋实战的这个下法。
应该说风险与收益并存吧，在围棋上也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黑棋这下法是先将自己下边这一块棋置之死地，然后呢，要在其他的领域来这个力挽狂澜。然后我们看到黑棋这一冲，白棋这个时候是不能挡的，这也是造就黑棋这么下的一个关键的。如果挡住的话，被黑棋一断，这边黑棋冲完了，一二三四，白棋一二三，白棋慢一气，杀气不行。在黑棋挖一个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必须要考虑清楚。当然，在这个第一手棋，我们刚才说挖吃的时候，白棋还有其他的下法吗？如果从这里打的话，黑棋粘上。当然，白棋它可以把黑棋的这三个子冲吃了。这或许从实战后来的这个进程来看的话，也许白棋是应该这么下。但是我们都说，很多时候下棋就是事后诸葛亮，你不能够以这个局后的情况再来对现在的这个之前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做评价和来这个来评论吧。因为很多时候后续的这些下法都是包含了非常多的计算，白棋也是因为没有看清楚，所以他才没有做这个选择。不过从这么一个从后面的这个情况来看吧，白棋确实还是这么忍一忍算了。这样呢，就是黑棋可以从这里吃一个，在目数角度上来说，能够得到一些便宜。假设白棋这么下的话，可能这个局势还是，比较漫长的，双方还要黑棋再一次回到原点，再考虑这个是如何攻击，还是吃掉白棋两个子以后怎么收官的问题。不过从白棋的心情上呢，是完全可以理解他不愿意这么下，因为首先这里打吃完接上以后，面对的是可以吃掉黑棋下面的这一块棋，而自己现在这样退让的话，首先在目数上就已经是有一个对于职业棋手来讲是比较大的损失了，当然会考虑反击。然后黑棋打吃。然后冲，白棋侯出来，这个时候从这边冲吃气是不够的，挡住的话这一扳，白棋气不够，侯。黑棋之所以他敢弃掉下边，也就是看准了白棋为了吃掉下边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因此他才能够有为后续的这样一个预谋。那被白棋冲过来的时候呢，现在黑棋这里这一块棋他就不要再贪恋了，最关键是不能粘住这个。如果粘住的话，白棋这个拐有先手，然后再这么一扳，黑棋其实已经是逃不掉的。那现在黑棋要做的事情就是再来重新来看一下这个局势。其实，当黑棋把这三个子救出之后，就意味着这个拐下来把白棋这边分开了。所以现在呢，黑棋保留了诸如此类的一些先手的余位和借用，直接拐下来。这一拐呢，也是把这一块棋留了一条后路，他就无后顾之忧了，可以对白棋施以这个非常猛烈的这个攻击。这个时候，白棋判断了一下，如果说吃这里，
然后这边被黑棋，比方说大飞之类的下法把这边吃掉，下面这块空跟这一块空本身的目数可能是一个差不多的这种局面，但是不要忘记的是，最开始黑棋没挖之前，白棋本身就吃着这个将近10、11、12、13、14、15，可能有16，接近20目棋，也就是说这个20目棋凭空就消失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转换，即使是现在目数相等，但是中间白棋少掉的目数没有办法来弥补，白棋心里面也很急，想连回来，但是因为这一代黑棋它保留了诸多的余位，有很多的先手是在黑棋的这个手里靠上来。白棋一想，如果搬的话，黑棋这么一长，两个断点非常的清楚，换个下法冲，但是也并没有比搬在外面好多少，因为这个黑棋冲出来始终是先手，所以其实我们看职业高手他们下棋是非常善于去保留的。像这种时候切记不能因为想少被白棋吃两个子把这个跳交换掉，因为你跳完了以后跟白棋一冲交换，你可能这一带就没有先手了。分清此时局面的主次来进行在这个味道上的保留，冲，白棋长交换，然后再断。白棋想连回去，可是此时这个情况已经是对于白棋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因为黑棋它可以从这里吃过来。还是一样，就像我们刚才判断的，如果现在白棋无论你是粘还是虎一个，黑棋吃过来，这边黑棋吃掉目数12、13、14、15、16、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4目，跟下面白棋吃掉这个目数是差不多的。白棋绝对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发生，接下来他可能还要再跑，这个再被断吃了，就凭空就等于少掉了20目，那么黑棋刚才的这个目数上的落后就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差距给拉回来，甚至是变成了黑棋优势的局面。因此白棋打吃，当然黑棋会提，再把这个粘回来，这个其实已经是白棋在做一个最后的这个挣扎了。因为黑棋这么实战的这么一打接住，然后一贴，黑棋这一块其实没有这个死活的问题的，然后再这么一分开，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黑棋很好的达到了最开始的一个意图，就是把白棋这一块棋给分断，而现在的这个结果远比直接从中间来分断要好得多。因为白棋面临的是两块棋要处理，而这两块棋基本上是你走好一边，另外一边肯定就会被黑棋吃掉。因为这两块棋的从眼位到棋形的弹性，再到与下方或者上方白棋自己子立的这么一个距离都非常的遥远，如果白棋在这跳，黑棋跟着走一个，你再补，黑棋就把这边飞吃了。如果你往这边走，黑棋往这儿一断开，这一块棋在中间要做出两个眼，那也是不可能。所以黑棋这么一贴，基本上就奠定了这盘棋的胜势。可以说黑棋实战的这个构思非常的精彩，是完全的体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么一个很好的策略，也让我们欣赏到了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好的，各位棋友，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